荒郊野外，一个女出租车司机李米被两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拿到挟持。此时正好车内没有油了，李米带着两名歹徒到加油站加油。期间，司机一度企图呼救逃跑，但后座的歹徒手中是有利刃。李米知道自己如果试图呼救或者逃跑，必然命运当场；如果错过这个求救的机会，自己必然也是死路。李米故意将手在车门上弄伤，然后用血迹在车门上写了110三个数字。在给加油钱的时候故意将钱弄掉，而且敲了敲门口，加油员果然看到了那血色的三个字。在他们开车走后，加油员立马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出租车司机李米到底能否逃脱歹徒的魔掌？让我们把故事从头开始讲。李米是一名女出租车司机，她每天对着不同的乘客念着莫名其妙的戏，所有的乘客都觉得这名司机疯疯癫癫的。事实上，李米现在的确接近崩溃的边缘。她所念的信是她男朋友写给她的。她的男朋友叫方文，在4年前离奇的失踪了，但她却不停地给李米寄信，李米却始终不知道这个男朋友身在何处。4年来，李米一直开着出租车，一边寻找男友方文。她的出租车后座有一本杂志，上面贴满了方文的照片，就是用来询问顾客有没有见过这个男人。这一天，李米的车里拉上两个农民工模样的乘客，年长的叫裘火贵，年轻的叫裘水天。李米载着他们来到天桥下面，因为没有零钱，所以停下车去找零钱，但两人却慌慌张张地走了，连李米没给的一块钱也没要。不过二人临走时却顺走了出租车后座上的杂志，那里面贴满了李米男友方文的照片。两人神色紧张地来到天桥，找到了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。他们认为这人必然是再次接应他们的人。三人驴唇不对马嘴的一通交流，显然这两人的智商听不懂眼镜男高雅的艺术。眼镜男在一番深沉之后便从天桥跳了下去，长发眼镜男落下的身体正好砸中了一辆车，车上下来的人却是和李米寻找的方文一模一样。但通过他与女人的对话得知，这个男人并不叫方文，他叫马兵。他与女友载着满车的衣服从这儿路过，路上他一直不停地看表，并且告诉女友过了天桥他就下车，让女友把车开回去。但谁曾想还未过天桥就被掉下的眼镜男砸中。这时天桥上堆满了看热闹的人群，熙熙攘攘地把裘水天手中的杂志弄掉了下去。杂志从天桥上掉落，正好落在了马兵的身前。马兵蹲下身子拿起杂志，便看到了里面一张张自己的照片。他抬头看见了裘天水，便大声的吼叫，接着起身去追赶。天桥上的两人如惊弓之鸟，快速的逃走了。两人快速的奔跑，甩掉了马兵。等到四下无人时，兄弟二人的对话立刻告诉大家，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。憨傻的裘天水说，这到底怎么了？不是说好了在天桥上等他，怎么就跳下去了？他是不是看到了警察？说完就要去找厕所。这两人一路慌慌张张，加上话里的内容，他们绝对在做一些违法的勾当。故事叙述到这里，主要的三条线的人物也都相继出场，李米、马兵以及这两个憨贼。一场意外使得三人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联系，到底故事的始终到底如何，我们继续来看。两个憨贼在摆脱了马兵之后逃到了高架线上。此时李米开着出租车又从两人身边经过，李米从反光镜里看到两人又特地的折了回来。两个憨贼在经过一系列事件正不知道该如何处理，李米却送上门来。两人告诉李米他们要去买机票，但是因为身上的钱不够，需要去郊区朋友那里拿钱。在路上的时候，邱天贵独自同李米还特地下车给他买了止痛药和一瓶水。车子开往郊区，憨憨裘天水告诉李米，他有一个女朋友叫小香，现在他来昆明就是来找自己的女朋友。他还说他的女朋友非常漂亮，说话分外的温柔。李米想到了自己的遭遇，就告诉天水说他楼下一个饭馆的服务员就像他说的那样，长得漂亮，说话温柔，而且一嘴的港腔。在路上三人越聊越开心，裘火贵想起了自己峥嵘岁月，说到最后竟然将怀里揣着的刀子掉了出来。李米一看刀子，然后看见这穷山僻壤荒无人烟的地方，顿时明白了两人的心思。他疯狂地踩下刹车就想下车逃跑，但裘火贵没给他这个机会，他拿起刀子架在李米的脖子上，便说出了他们的目的。原来找亲戚朋友借钱是假的，他们是想从李米身上抢到买机票的钱。两人本来只想求财，但是憨贼裘天水却意外地暴露了他们将前往广州的目的地，所以就让裘火贵动了杀心。他让李米把车继续往荒郊野岭开，然后准备杀人之后将车卖掉换钱。
李米见两人绝口不提钱的事，便知道了事情要糟。单单是求财倒还好说，可这命没了就万事皆休了。幸好走到中途，车辆没油了，这就来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一幕。李米将车开到加油站加油，这个偏僻的加油站只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加油员。李米想抓住这个机会求救，但又怕自己命运当场，所以他故意将手夹伤，然后利用手上的血在车门上写下了110三个数字。之后在给钱的时候，李米又装作不小心将钱扔在了地上。加油员拿钱的时候，李米敲了敲车门，加油员正好看到了那门上写血的110。在李米走后，加油员果然拨打了报警电话，但求火柜似乎也发现了李米的小动作，他让李米把车开到一个偏僻的土路，然后寻找地方准备杀人毁尸。到了地方之后，求火柜下车查看场地的时候，求水天却意外地将李米放走了。原来这个憨贼真的相信李米楼下的那个女孩就是小香，如果自己杀掉李米，就真的找不到小香了。原来李米是准备答应求水天不报警的，但到家之后，李米彻夜难眠，终于拨通了报警电话。第二天，警察就带着李米来到警局的停尸间来认领尸体。那昨天还对他喊打喊杀的求火龟，此刻竟然变成了一具尸体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在警察局，这一切谜题都被解开了。原来求水天是在劳务市场认识的求火柜，求火柜提出给他10000块的报酬，帮助他们人体运毒。两人服下毒品之后，就来到昆明找接头人，从接头人那里拿到钱，他们才能飞往广州将货取出来。说好的接头地点是那个天桥，而接头人则是戴着墨镜，但到了之后，对方却从天桥跳了下去。没了接头人，两人就没钱去广州，如果不取出体内的毒品，两人都会没命。所以两人就把主意打到了送来的李米身上。求火柜的死是因为在途中肚子痛吃下的2粒止痛药，而通过求水天的口供，警察知道了另一个重要的人物，就是马兵。他一直找寻两人是本案重大的疑点。就当马兵来到警局之后，却与李米相见了。李米一眼就认出了马兵就是自己的男友方文。李米冲进去质问方文为什么不敢见他，为什么躲着他，而马兵则是一脸平静地说，你肯定是认错人了，我一直都叫马兵，多少年日思夜想的人，李米怎么会认错？虽然做过笔迹鉴定之后也认定马兵不是给他写信的，但李米就是不信。出了警局之后，李米一直跟在方文的身后苦苦哀求，他甚至念起了方文给自己写的一封封信。李米一边念一边哭，一幕幕过去的种种在这个坚强的女孩子面前浮现。马兵终于撞不下去了，他转过头来，表情冷漠地说，是的，我就是方文，我已经不需要你了，我有了别的女人，你可以走了吗？李米此刻已万念俱灰，只留下一句对不起，便匆匆地离开了。其实细心的朋友们在这一刻已经猜到了前因后果，因为故事三方相交的那一段已经完整地告诉了我们前因后果。方文之所以不敢与李米相认，是因为此刻的他是一个毒贩，那天的天桥之上本应该是他去接应两个憨贼，但却因为时间晚点造成了后面的误会。李米在警局里认出了方文，也让警局锁定了方文的嫌疑，假的身份，假的驾驶证，警察顺藤摸瓜地找到了方文背后的贩毒集团，而方文也在那个天桥之上逃避警察追捕时一跃而下，恰巧摔在了李米的那辆车上。方文以这样的方式再次与李米相见了，只不过现在已阴阳两隔。故事最后播放了一段方文给李米留下的录像带，原来方文一直住在李米的身边，他经常在暗处偷偷地看着李米，并且给录像，只是李米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而已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先不管方文做的事情对错，但他对于李米那么多年坚持如一的感情的确让人感动，而李米这个坚强的女孩子在失去爱人之后依然不离不弃地坚持寻找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，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啊。曾有一首歌唱4块5的妞，就是不管你贫穷富有仍能与你牵手与共的女孩是非常难得的。那么故事里的李米4年里仅凭一些断断续续的信却依然坚持自己爱情的女孩又是什么呢？本片其实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，当然爱情线是导演虚构的，真实事件是一个女出租车司机感动两个土匪逃生的故事，毕竟现实生活已经没有这样坚守且不顾一切的爱情了。虽然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，但我们的精神世界依然一贫如洗。